你竟然背着我跟班收集啊！这反动机，这反动机，它反过来一个这手机盒子，你给我买新手机了吗？妈妈买新手机呀，他不让你知道，他不让你知道。你别说呀，我想偷偷的让你爸就是找一个好的时间段让你知道，你这突然知道有点。你竟然背着我跟买手机啊！你要干啥了？我的头好疼啊！起来！啊！哎呦！买走手机，买啥？买点那机，14吗？14 Pro Max。你干啥的钱？你钱包里的钱？我钱包才多少钱？不到2000块钱，然后我还有零花钱。你现在背着我，你说的嘛，想买就买嘛，你还打我屁股，你还打我头，摁的我头都头懵了，都疼死了。你知道你为啥发现不了吗？我专门买了个黑色的手机壳，只是看着屏幕大了一点，然后你没认出来，正好你认出来，这个手机给你，然后那个手机我自己用，你俩用俩手机，一个11，一个12。多累的！你这厉害啊！这钱全部，这不是咱这些现金，你给我弄完了，啊，还背着我，花多少钱？花10000块钱吧得。你现在花钱大了挺啊！不贵。你不知道挣钱多难吗？不到9000块钱，刷马上拿去打架。他知道多少钱？不到9000，那不是都相当于1万了吗？不是，他错了。别生气啊！他找笔去，还给我的笔拿过来。收起来了。过来洗脚，洗。看啥电视？你别洗啊。啊。我让恁妈来帮我洗。他俩不洗，我洗。给我弄泡脚水吗？我给你弄泡脚水。辛苦了，老公。我给你弄多着嘞。我先泡。为啥你先泡？我就要妈妈先泡，就要妈妈先泡。闭嘴吧，你俩。你还是爱我的。你闭嘴！我知道你最爱我，还给我弄泡脚水。你这不声不吭的都买手机，也不跟我商量商量吗？好了，闭嘴！再说了，晚了已经，不要再说了。嗯。你那手有点摸脚了吧？真臭！刚摸你一脚，不要再生气了啊！还牛，不要再说这个事了。必须说，好好的挣钱就是你自己。我会努力挣钱的，但你不要再说这个事了，好吧？生气。